上人其实有一句话，心念转幸福来嘛，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个人，很感恩我的姐姐。年轻的时候嘛，先生应酬多又帅，我又爱他，所以有时候生活上就比较辛苦一点。我姐姐看得出来，她就说叫我入来入来。在慈济，从很多的故事里面就会去警惕自己，然后又会自己觉得说真的很幸福。那我然后怎么去跟人家互动，让自己结到很好的缘？那肯付出去跟人家结这份好缘的话，那越来就觉得很会觉得自己很快乐、很幸福。第一次去医院志工。做完晚上回到精舍，师傅咧叫你要个出来，我说爱出来啊，爱出来最温暖呐。我不要人家我师傅逼啊咧，逼讲我结婚。啊，上人没有问什么，就肩胛头给他拍拍，然后对我有信心。那我当下说我该戒了，就戒了。然后我们公司的人说，你去慈济有迄落时有没有改变？看我就知道了。因为有慈济，所以我们可以学到很多，看跟想法，我相信都很正面，而且会有正能量。我也希望我说我可以跟我在一起的人，我能够把我的正能量分享给别人。